新城乡嘉里部落11日上午前往新城乡公所报信息，邀请大家一起参与阿美族部落丰年祭。而新城乡长何立台也致赠文化礼金来支持部落文化祭仪，同时也广邀乡民一起来体验阿美族最传统的文化之美。Tani kukusyo, ni angang, ni taitang, ni sangkato, ni irisinan ng karyawan, aray! 8月11号早上9点，嘉里部落头目率领着部落青年来到新城乡公所来报信息。秘书吕宽汉率领着科科室主管来迎接嘉里部落族人到来，并且以阿美族传统方式八大故事来报信息，来告知全员乡亲，在8月12号嘉里部落要展开一年一度的部落丰年祭典活动。青年乡长何立台相当重视阿美族的文化，同时也致赠文化礼金来表达对文化的重视，同时也广邀大家一起来参加。乡长何立台一直以来，族人同胞也都知道，他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祭仪活动。今天也仅代表乡长何立台，预祝我们嘉里部落明天的丰年祭圆满顺利成功。我们明天新城乡的丰年祭有三场，就是嘉里部落、嘉林部落还有嘉兴部落，也欢迎各地的好朋友，如果明天有空暇的时候，白天可以参与我们嘉里部落、嘉林部落的丰年祭，晚上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嘉兴部落的丰年祭。在此谢谢我们各位好朋友、族人乡亲的八大故事。今天下的会代表是8月12号有嘉里部落、嘉林部落、嘉兴部落三个场次的部落丰年祭典活动，可以说是新城乡南山村的传统祭仪盛事。族人们远从北、中、南和其他县市回到自己的部落来传扬阿美族的文化，也欢迎大家在8月12号这一天共同来体验阿美族的文化之美。记者九王一新闻报道。